这最近哎就来了一块黑花料子，这个撒的飘花在我看来似烟似火，就如地狱之中也是想巧飘花为火，地狱火，这叫什么？道不同不合二谋，有问题吗？我也得有点意义。地藏王有大愿大孝之称，为众生救苦救难，有聚财平安顺利之寓意。有人就问他为什么有肌肉呢？问得好，传统的地藏王比较温和，但是安忍不动如大地给我们的感觉会比较刚毅坚定有力，毕竟每个人心中的佛都不一样，没有对错，所以问题不大。